那些大多数的那些头头脑脑什么 regard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我们学过吧？第三课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什么？哎，看待他们怎么看待呢 ？With horror， 好人，我们讲过带着感情词，什么叫 with horror？ 带着什么？一种恐惧的心理看待他们 ，re 见到这人就要，哎呀，就要躲着走，不敢见你 ，re 这个人太厉害了 ，re 所以呢，对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目光。OK， 好了，我们说带着一种敬意对人怎么说？对别人 ，regard somebody with the respect， re 啊，这个我们希望你们回去看那个第三课的，但是我们讲那个雷啊，就是说补充词 re with the 什么 respect， 对某人充满着爱意 ，with the love， 如果呢对某人充满着一种敬畏。哦，这个词啊，加进去也可以。哦，就是敬意，就有点的恐惧，对他害怕。你比如说对你妈妈，你说 ，Daddy， I always regard you with awe， 我老挺怕你的，你不要这么对我。喂 ，regard somebody with awe， 就是呢敬而远之，叫 awe， 懂了？这个词你随便啊，对某人充满着敌意，好的 say， 黑嘴仇恨啊，都可以啊。就是说后面加那个感情词，好，接看。所以呢，对待他们呢有一种恐惧 ，knowing。That no pigeonholes can be found for them， 很容易啊，表示因为原因嘛 ，knowing 表伴随表原因的，因为他们清楚什么，没有任何的 pigeonhole 就是 position， 对不对？就是位置，给他们什么不可能提供的什么合适的位置，叫什么？我的庙太小，容不下您这个大和尚 ，right 意思啊，就是说，哎，有点呢，晚勉为其难，给你太高。不行，把我超过了，给你太低吧，你又不愿意干而已，就叫模棱两可，非常艰难，叫什么？这叫遇到什么 ？Face the devil and blue sea， 什么 ？Devil 前面是 devil 魔鬼，后面是 blue sea 大海，叫什么？进退维谷，对不对？真的不好选择啊！前面面临大海，后面呢面临着魔鬼，人叫进退维谷。好，英文怎么说啊 ？Face the devil 前面 how to say 啊？然后呢？And the blue sea 怎么说 ？Behind， 这不就是进退维谷吗？前有什么追兵 ？OK， 啊、前有什么啊豺狼，后有追兵 ，Right？ OK， 啊，这意思啊，差不多 ，Right？ 前面是魔鬼，后面又是深蓝大海，所以这种人简直进退维谷，我不知道该作何选择。所以这样的人啊，我们说为政者遇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安排这种合适位置呢？真是不好选择。OK，Next、okay, one。We could do with a few original creative in our political life. 好，下面注意一下，这里面用个重要的表达叫 could do with， 不是那样 ，right？ 什么叫 could do with？ 好，这个 could do 啊，我们学过用法，什么意思啊？说个最简单叫什么？将就，凑合，对不对 ？right？ 你比如说啊，你跟你母亲说啊，我中午饭呢 ，I can do with a hot dog， 什么 for lunch， 什么感觉？什么意思啊？我中午饭什么吃一个什么热狗就凑合了，哎，够了啊，就说凑合吧，因为时间太紧，哎 ，OK， 好，就说这个叫 do with 凑合，就是说将就着用。那么好，这是一个话，这个行吗？你看一下套一下行不行？将就 ，we could do with， 不行吧？那么好，第二个词 do with 叫什么？你的需求。好，比如说啊 ，I can 或者 I will 啊 ，OK。Do with a haircut， 我怎么 haircut doing a haircut， haircut cut hair 理发怎么翻译啊？我得理发了，头太长了，看到没有？我 do with 第二个意思表示需要的意思，这是个非常正式的话啊。我们一般的以前遇到很少，所以呢把它译成需要。OK， 我们呢看来的确需要 right OK could 这表假设，因为现在确实它。哎，有时候无能为力嘛，只能假设，对不对？我们确实需要什么？哎，有一些什么有创建的人 in our political life。好，但是注意，你甭管插入，看到没有？下面 but where are they？ 找到没有？在最后，很长吗 ？Where are they？ 中间就是插入啊，这是它的主要结构。但是他们又在何方呢 ？Where are they？ 好，我们看一下，中间来一个插入，进一步强调需要的什么？那种需求，那种必要性 ，if 怎么 ？Only to create some enthusiasm, release some energy， 干嘛？看一下 ，if only 我们强调过，是不是？只是，哪怕只是为了，对不对 ？If only to， right？ 只是为了，哪怕我们讲过啊 ，as only， as long as， 只要哪个角度就是啊
if only. 哪个 ？Lesson seven， 对着谁？哪个 ？Support 哪个嘛？能够给人什么制造友好还是敌和仇恨那一刻，对不对？体育是否促进人们的友谊，讲过吧 ？OK， 前两句啊，讲过这个 if only。OK， 我们今天再回一下 ，if only 这边表示哪怕只是为了 do not create 制造一点什么 enthusiasm 激情，甚至呢 release some energy。What does mean？ 这是什么意思？考虑一下，我们说有了这种思想比较独特的人，就可能有了。一种叫什么激情 why 他可以提出什么 very 什么比如说 original ideas 对不对 OK 什么感觉他可以提出一些 original ideas 什么意思对了他甚至可能带来什么 reform 什么改革他可以提出创建性的想法那么这是不是好像就是我们叫如履春风般的感觉对不对太陈旧的思维给你带来一点变化好像在一个什么哎微波你放一点波浪起码有点感觉对不对就是说能给你什么那个 routine life 什么生活沉闷无味乏味的生活带来一点什么生机吧对不对这不叫因素在什么有点激情 right OK 不带那些老夫子们啊天天拿着什么那个报纸看过来读过去那个一杯茶可以喝到呢八点半喝到十一点半 OK 好继续看甚至还有叫 release some energy 释放能量 what's mean 这个很幽默这个说话 very humorous 啊什么叫释放能量汉语好像没有译出来这个意思什么叫 release energy 好考虑一下既然出现这样的人你想这个就不是一个什么我们叫平静的海面你要干嘛可能出现什么 discussion right OK 是不是啊discussion 甚至出现什么 argument 什么意思啊争论争吵那么争吵的过程可能 very heated 真的 heated 激烈争吵那么就要干嘛你觉得呢要吵什么就没了 energy 能量就要释放出去对不对你为了争吵就要呢把能量都蓄积的然后释放出来那么这种过程进行征讨比如说探讨国家大计是不是一种释放能量过程你说呢 right 它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哪怕我们把我们的多余的能量稍微的释放一点就说白了能有一点鲜活的讨论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呢 understand it's right 所以呢 where are they 但是提出问题他们又在何方呢尽管有这么好的一种途径但是呢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下面 we are askedTo choose between various shades of the negative. 好了 ，we are asked. 我们被什么要求 ？Listen， 这个实际上表示一种无奈为之。本来是 we can， 对吧？我们只能这么做。但是 we are asked， 是不是？因为呢，我们是受人什么控制的人，我们是受人什么压制的人，我们只能呢按照人的意志叫 we are asked， 懂吗？所以呢，被动表示呢，我们受人家的。什么一种压迫罢了我们被迫无奈为之只能选择谁呢那些谁 original creative man 后面省掉了啊我们只能选择在什么中间 between various shades of the negative various shades 很容易就各色各样的人对不对从哪儿选呢 negative 就 negative negative 能否定这是什么意思 negative 啊你注意什么叫 negative opposing party一个执政的党它总有一个 opposing 什么反对党那么我们只能既然呢你说我们同党之间你不让我们选因为呢他有才你说不能用他好了我们只能把眼光投向什么那个 opposing party 这个不就是 negative 的含义吗对吧敌对反对党那个敌对对他呢有不同意见的那种对啊就是对立党我们只能从那儿呢选择一些比如说啊有这样人有这样主见的人了 right choose 选择这样的人 the engine 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是这个文章的点睛之笔 the engine is falling to pieces while the joint owners of the car argue whether the foot brake or the hand brake should be applied 好这个非常不好理解的话这是一个比喻句 right OK 注意一下这叫做什么暗喻吧对着没有出现它的本体直接就是啊出现 engine do the engine看一下 engine 什么意思啊引擎发动机 is falling to pieces 什么感觉摔成粉碎了 falling to pieces
while 当而，对不对？而这个 joint owners of the car 谁呢？这辆车的 joint owners 谁？主人，共同主人 joint 好几人合买的啊。比如说我出五块钱，五万块钱，你出三五块钱，合买叫 joint owners。怎么呢？还 argue 还在那争论呢？争论什么 ？Whether the foot brake or the hand brake should be applied？ Apply 就 use 的意思，使用，对不对？是不是还在吵？用脚刹还是手刹看？你说刚才你真笨啊！用手刹可能就不行，得用脚刹，两块在吵。好，而这个什么发动机已经摔得粉碎了。我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它对文章理解很有一定的难度。OK， 什么意思？什么叫 engine？ 先考虑 engine 是什么？发动机。那么这个 car 我可以当成什么？你想 car， 先把 car 得理解啊。car 是很重要的理解。什么叫 car？ 对了，就是国家。对不对？一个民族，什么叫 engine？ 最重要的部分是 engine 吧？汽车说没发动机，那你说什么都没用 ，right？ OK， engine 你想，这是什么 ？governing body 吧？注意一下，那个统治的那个机器 body， right？ OK， 就那个体啊，统治体，说白了就 government， right？ OK， 这是他的理解。好，那么下面进一步来看，那么 joint owner 这个 owner 是谁？刚才提到什么人 ？committee。Man， 是不是啊？那些所谓的头头脑脑男，对了 ，right？ 好，那么他们管理国家，那么好，继续，什么叫 hand brake？ 什么又叫 foot brake？right？OK，、okay. 什么人？这个可以指啊，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嘛，他肯定指人，对不对？你指什么人？实际上，这就是所谓什么？你比如说啊，说白了就是什么？Able man 啊，通称吧 ，Able man 什么人？有能有才的人，对不对？说白了就是说，你注意啊，这两个的统一的路，就是说他们的作用干嘛？使得汽车不要怎么坠毁，对不对？那么也就是阻止国家怎么 from decay， 等等 from decay， 使国家不至于什么衰败的一个叫什么？重要的什么一个因素？那么说白了就是呢，能够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一种什么 able man， 是不是那能人才者？对了 ，right？ 那么话说回来，这人也可以是什么人？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original creative， 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出来了，什么意思啊？你看没有？好吧，他都用这个意思啊。国家已经怎么伤亡了，对吧？国家已经出现什么滑坡了？而我们那些头头脑脑的呢，还在说，你看我用它就行，也许用它就行，但是呢，你们不用这样的人，看到没有？你们搞的这个国家是一团糟，他就把责任推到谁 ？At each person， 就每个人好像呢，你们都有责任呢，维护这样，实际上责任在谁 ？Community man， 懂没有 ？Right，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以小指大，就是机器，他就是国家机器 ，clear， 所以他用这样的作品啊，就是说非常清楚。好了。这就写得非常精彩啊，就是说。